主料丝瓜一条，猪脚肉80克，辅料大蒜一颗，盐 0.25 勺，鸡精 0.25 勺，清水100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猪脚剁碎，丝瓜去皮切滚刀块，大蒜剁成蓉，锅内热一大匙油，放入猪脚肉煸炒至出油，放入丝瓜及盐1/4小匙，加入清水100毫升，煮至丝瓜软烂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丝瓜有清凉、利尿、活血、通经、解毒之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